用谢谢浩老师啊，林老师，那小朋友很久没那么嗨了。好，等一下，谢谢，给他鼓掌一下，每个人鼓励，给他掌声一下，谢谢。他很需要发泄，以后多来几首歌给你们唱。哦，越来越多人了，我都没地方站了，是这样的位置。谢谢。我还再来说一次，小心这个撞到头真的会流血，好不好？啊？这么嗨，见红才嗨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再来说小薇。好，我会开始。阿妈嘛，哈哈，咱会上来遐，啊，我们这
活动中啊，有一挂插电会当请大家，吼，莫忘记哦，甲大家讲一下哈。迄个3月19号拜五的早起10点，十点，好，谢谢谢谢哈。再次给阿华老师还有我们 Lisa 都站起来笑，说以前说什么男生留长头发，没有啊，她是女生，她在英国念完书，在英国也有一个乐团啊，但是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她因为要带这个去英国，结果被海关挡住不能去，所以大家才可以听到她在那边打鼓。再给他们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。然后我们有两个，一个木吉他社，彩木吉他，还有电吉他。对，如果要报名的话，找我们的陈老师，谢谢。小朋友，等一下5点半可以有报名号，但是你不能在那边碰到乐器，不能碰鼓，不能碰鼓，不能碰，就这样好不好？好，不然又阿华老师被你吓到了，叫你惊掉，不然敢来啊？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要问他们有没有开放给你们亲一下的时间？有没有？好，等一下。我想要遗忘在你的城市，我会